我们现在有了这个重要的地方，竟不知设个结界护卫一下，而且事发这么久，他们就没有谁看见这里不对劲吗？ 我愿闻能力竭，听到渭河不许神明生气了。如此强大的力量，若随心所欲，始于私情，天下岂不大乱？沈离，你不想活了吗？死不了，只是我有点累。 你为了这间破屋子，把自己逼成这样，你怎么想的？我总不能让你一点念想都没有。风鸣长啸，烟幕月明亮。 你当真是在帮我控制吗？